大家好，我是包子，我是泰哥，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中日历史在 House 里，耶、yeah! ！收看这个礼拜的中式 Live 在 House 里，我是包子，我是 Tyler。本节目是由声波计划制作。是的，已经喝完了，已经喝完了，因为我们一开始准备太久。本着这个节目呢，除了就是在讲乐团相关的事情以外，我们是有远大的理想。是，第一个是接到业配，对。第二个是希望它是一个知识型的节目。今天先从一个成语的分享。好，对，毕竟我们都是。就是学中文的人哦、欸，今天要分享的是叫“公器私用”，终于，我好期待哦。对，“公器私用”什么意思呢？就是用一个公领域的东西。哇，我们如果现在讲不出什么，我觉得大家一定会笑。我们词汇很少的，资源，公有的资源，然后去套用在自己私人的欲望上。利益或欲望上，对，今天这一集就是在演什么叫公器私用。我们欢迎今天来宾体雄专科吧，对，体雄专科，耶，体雄专科大家好，哇，好期待。那这一集其实也是中秋之力不在好奇一集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啦，因为我们终于迈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对，对，越像升级了，我们开始做就是影音同步的录制，没错，对，越来越像做一个节目。其实真的是，本来是节目，本来是节目，现在是有导播的，现在有导播。那以往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因为下来的时候，来宾都会就是很热切的看着我。今天完全不是热切的，今天完全就是，我就是看你们 set 到底要多惨。那以往我也会准备仿纲，今天没有，今天没有，故意不行。对对，那还是要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体雄专科是怎样一个乐团。体雄专科是成立，从这首开始。现在是自己访问自己回答，跟大家介绍体雄专科。啊，体雄专科是？不是，我做功课啊。我们就请体雄的团长来回答关于体雄的相关问题。我先回家。你这球员兼裁判的。体雄专科应该是成立在2015年。对，欢迎指正。对，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自己真的忘记了。但是体雄专科的信箱后面是2015。所以应该就是那样。对对对，那当初是一开始想要申请2015的，然后发现不知道为什么被申请掉了。有另外一个人叫 Major Body Fair。不是，我们的信箱是另外一个，就是前团名啊。对。叫 Shin Ken。本来是要叫 Shin Ken， 然后2015这样，就这样被注册掉了。所以我就那2015好了。安膝盖那是爆料嘛，算是爆料前团名的意思。这个就是对体雄在最开始只有我开始在做 demo 的时候，我是想说我要用一个就是很认真的，对，就对，就是日文的认真。对，日文的认真就是 Shin Ken， 真见。对对对，就后来大家就一直说就是哪一个。ACG 团之类的哦，对，可是我没有，就是不喜欢 ACG 的意思，这个解释怪怪的，对，超怪，多说了，这个是都是五一，你那时候是 ACG 啊 ？ACG 是动漫，对对对，我很喜欢动漫，是我的启蒙之一。但是因为我们不是做动漫歌，是为了做一个区分，是跟当时1.0的团员，黄耀奇，简称耀包，对，讨论一下要不要换一个团名这样，然后他就。跟一个我们很好的朋友叫吴正武，对，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台中 One OK Rock， 鞭子孔乐团的吉他手，所以他们就提供了体雄专科这个团队的灵感。哦，所以是这个灵感是他们给的。对。那在这边小奥图也想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你们可以都讲话一下。我刚以为要说你们都可以都不要笑了，可以不要打断我吧？你们可以都不要讲话吧？我去不讲，我就想要看开场多久才会进入正题。
我们在正题了，我们已经在正题了。真的是体雄来宾了，你知道吗？体雄，对，他现在也是，就是也是来宾这样。好，体雄其实跟雄是完全没关系的。对，很常被误会的。所以就常就是会有那种就是大家就说啊，就是为什么是四只雄还是几只雄这样？对，其实是没有，就是体雄本身就是海口解字好，体雄就是台语，就是。算是胡说八道讲干话的算吗？好像也他的中文叫蝶翔。好，那我们请安西来解释好了。刮噪算了。哦，体雄就是最早以前就是比如说我一直在跟你说我有兴趣的事，可是你没兴趣，我就一直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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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会说我不要再提了。对，体雄是这样来的。那安迪补充，就是安西吗？好的，谢谢。拍个鼓手，拍个鼓手。那今天有备而来。哦，今天哇，有胸有胸，有胸有胸。至少体雄这个词为什么会流传在我们这些人那边，是因为就是以前药包跟阿如他们是室友，他们有个邻居，就是体雄大王，就是他们只要在楼下被那个大哥碰到了。就会他们大哥就会抓他讲话讲二三十分钟，死不裂缝。有一个最经典的事情就是阿如去全家买个餐，然后就回到门口之后，大概一个小时以后才上到他回家的门，就在底下被逮到了。自从这个事件开始之后，他们就会疯狂使用体雄这个词，然后就把这个词带到团名来了。就是他有那种经验嘛，就是你跟一个人聊天，然后其实也没有那么不愉快，但是就是你以为要结束了，结束不了。对，结束不了，就是大家可能就是笑一笑一笑，像今天早餐吃什么，就开启话题这样。想不到这个灵感就成为你们这一生很重要的一个名词，是吗？这一生，是吗？然后基于好，那但是这个团名取出来之后，我就想说，那我还是要取一个英文的。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取英文的。哦，对，我也觉得你那是你自创的语汇，所以我就随便乱取，就直翻字面直翻这样。是蛮厉害。对，然后后来我们的歌有被一些国外的乐评推荐的时候，就他们以为我们是想要打就是胡子的那个单子鄙人，就是我们是一个体毛很多的。真的体毛的专辑是真的不少，真的不少。你哦，真的吗？好了好了好了，你知道镜头是有在拍的吗？这不是纯录音的。大家都知道他拉包子，大家都看到了，是三特拉的。看到是三特在拉，有点有错。而且我完全没有介绍团员。对对。那要介绍吗？好像还是礼貌上要介绍一下。礼貌上，反正会上字卡啊，你会吗？我不知道。不要再增加我们就是节目组的工作量。我们今天让我们的鼓手安迪来介绍大家。四个团员。是。那我介绍是不是？对。那我先介绍我自己也是可以的。对。大家好，我是鼓手 Andy， 然后坐我旁边这个是 keyboard 手安西。我怎么有种要鼓掌的冲动？不用。然后再来是贝斯手海狗，我不是有影像感觉。我要再说一次有影像，这样超级干，还不如不要。他们可以做那种罐头掌声。你们到底是想要增加我们多少工作量？你以为这种后置？对啊，周更很忙哎。我也会剪影片啊。他的意思他要剪，自告奋勇，我要帮你加就好。OK， 然后再来是制作人。哦，难得露面哦，然后再是团员呢，团员兼主持人，包体魔王，打字啊，对，我先算三次，就这样，对啊，讲完了，很朴实无华的一个介绍，很踏实，很踏实，对，三呢应该是最近，因为我们最近就是发了新的数位 EP。然后所以我们就也拍了新的团照。哦，对啊，对，然后就是决定要把三特也放进去团照里面。对，因为其实我算是第五个团员，这个你应该知道。对啊，对，就是其实我们在场馆就是对单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我们团员谁谁谁。对对对，那通常场馆的人都会说以那个上台演出为团员，然后其他算工作人员。这件事自从包子跟我讲过一次之后，我后来他就不用再跟我讲这件事情。体雄算是在小地方做很多，就是哎，不是很任性的事情。你们目前是纪录保持人的连三拉三，什么纪录？就是玩兽哦，这
个记录就等你们继续创造。我们有因为疫情的关系，玩兽的门槛有降低。没有，是货真价实，货真价实。对。体雄在小地方就是有开了一些，就是像刚把蜘蛛人那样团圆这件事情，应该是我们是第一个这样讲。哎，我们如果讲这件事情，是不是其他的乐团也会就开始塞人了？我有三个制作人，我们有三个制作人，这张专辑有三个制作人，正常一首歌一个吗？怎么样？一张专辑给八个，只是想骗门那个骗门票了。好，我觉得不能尝试。如果有别的乐团看到这一个，那就同步跟进。真假的也只能这样啊，不然我说好像我好爱你。你不是说应该要这样，你说也只能这样啊。先这样，先立一个弹出，一个团只能有一个制作人。对，在一张专辑看。对，但是我们要先我们就很清楚的阐释，就是制作人在演出都做什么事情。还有知识型节目，对，他不是只是专辑的制作人。对，他是现场声音的，也是现场 supervisor， 是，对，就是监督者，没有错。对，是这个意思。反正每次都会在音控台啊，然后舞台去这样跑来跑去的。对，他真的是很美。那另外一个我们在想要做的创举，等一下我要担心吗？不用担心，跟你没关系。怎么这一集感觉好像我会很危险？跟方博比较有关系。跟方博好，我们的导播方博。对，就是我们有一个 keyboard 手叫安西嘛。对，那个是，没有，我觉得这是很对啊，我觉得很对啊。这是什么东西？好，就是我们的，好了，安西自己讲哦。就是我每次就是表演的时候都会自己带椅子。嗯，对，每次，对，只要在台北演出都自己带。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其他椅子都很难坐。简单来说是这样啊。就是，好，我跟体重也有关系。就是如果他拿到一张就是那种气压的，我就越做越低，越做越低，越做越低。就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好像没什么用。好，我告诉他，我来解释一下好了。对，毕竟我现在也是主持人。对，你也是。就是因为安西是坐着弹钢琴。嗯，对，所以他必须因为每一个场地的那个 keyboard 架或者是舞台的高度等等的状况，可能会造成他的手的高度会不太一样。嗯、他为了追求稳定的演出品质。嗯，是，讲得好，所以他会希望他很肌肉啊，他会希望可以有一个可以调整高度的椅子。嗯，那一般来说，以场馆来说，最常见可以调整高度的椅子就会是古椅嘛，对，所以通常我在就是写对单的时候，我就说，请问是否有古椅可以跟我提我所做这样？对，当然后来我就会 PS 钢琴椅更好，嗯，因为就真的是做钢琴用的，对，但是。常常就会有一些场合是哦，不好意思，我们没有鼓励，没有这个，我们只有一张要给鼓手用。对，然后我补充一下，而且通常来说，就会遇到那种鼓励是会摇摇晃晃那种。好，我们不要去得罪很多人。我可以把刚刚这个卡掉吗？鼓手立场，我刚刚已经把这要留住了，但是你讲了，就谢谢你。哎，可是真的场地方只会有鼓椅是能够调高低的吗？他会不会有场地方直接说哦，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有那个电脑椅。不是献祭你吗？之类的啊，所以我对单上就会写说可以调整高度的椅子都可以。对，因为像之前有遇过，他给那个就是479那红色的那种，哪一家？很多，太丑。对啊，反手用那种。其实严格上来讲，那算是可以调高度，我可以叠三个。然后你把那个 keyboard 加强高，叠三个叠到还有更可怕的。吧台放那种气压可以调高度，可它原始高度就超级高，就坐吧台那种。我怎么办啊？如果安西用那个红色板斗用的椅子，要叠高是可以的，可是它是有会坏，你知道什么吗？除了坏掉以外，你有可能表演完之后拆不开，因为三卡太紧，已经合在一起了，但很容易坏，真的很容易坏，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好，这个都是前世啊，就是我们把它叙述完，所以。小绿方的硬体总监 AKA 方博老师，他就做了一件让我很感动的事情。对，他直接在小绿方添购了一张琴椅。对，这时候也要拍手了吧？钢琴的，真的包钢琴，对，他是说他觉得听完就是一些采访跟安西的抱怨，
梭子，也是抱怨同意，对，那就很有道理啊。就是场馆就是要让来演出的人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去专心在演出上。他好像要去拿轻椅出来，感谢。这个必要要看，你看你站在那边安心下半场，就坐在这边。好，那这整个故事的番外篇就是买了之后我们还没用过，对，目前都还没。没事，欢迎各大 Kibo 来我们也很希望这个是一个公有财啊，是公有财，所有来小地方不是只有给我用啊，对，所有来小地方演出。不管你是不是 keyboard 手，你只是需要这张椅子。真的，我已经要放过把这张椅子拿过来了。感谢他，都可以用，都可以用。我们绝对不会在请椅子背后看到张恩熙的名字。有没有？你看各大 live house 有没有？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子。上面还有排扣哎。对。对啊。尊爵感，还没有人做过，真的还没有人做。还没有人做，不如访问你就做这个。对，这个有排扣感觉很高级，有点招待所的感觉。对啊。我们就放在这边公开展示。好，先放这。其实有一些不插电场合，像对我来说，有时候不插电场合，就是场馆会喜欢给高脚椅，真的是踩不到效果器。哦，对了，对啊，就这种椅子也可以。对。然后我们刚才不是要讲三特现场的作用吗？不然到时候其他团购，譬如说这也是我制作人的，我刚刚不是讲的是声音的那个监督者吗？哦，对，好，对，他很认真，真的是。好，那我再讲更详细一点好了，就是，他会因为。在外场的时候，就是 house PA，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带自己的 PA 的话，他可能会没有那么熟悉我们的歌嘛。对，那有些地方他需要在控台那边就是加一些效果，对，这个时候他就会给予协助。对，或者说哪一段应该要谁推出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状况就是因为 PA 还不熟悉你的歌，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主角他被推出来的时候，他就会慢了一点，了解，他就没听过啊，你不能怪他。对，所以有制作人在的时候，就可以增加这件事情的效率。然后第二个是彩排的，就是流畅程度。对啊，他可以很快的掌握，就是我们的内场聆听习惯，跟外场如何在这个场地下如何给观众最好的体验，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就是跟我们 PA 即时沟通，跟我们台上 stage 即时沟通，就是有另外一个人在下面，你们就可以做好台上的事情。对，但是这件事情就是我也完全了解每个场馆，就是他们对于。演出人员是否算团这件事情的定义，是他们有一定的逻辑在的，所以我基本上不是用一个强迫 order 的方式，绝对没有强迫我，亲爱的，你绝对没有强迫我。我说，我们有一位是他是第五位。请问制作，我这样做可以吗？那个讲一下那个天狗跟海狗的故事吧。那讲过了吧？他这个讲过了，在之前有一集讲。对。我们当 SD16集是，请大家回去找海狗。海狗来讲。对。安安天狗。对，有那个别名安安天狗。所以这就是体雄目前这个组合。对，我们真正的体雄2.0。然后我们在这个组合是做了很多事情跟演出。对。所以3月10号算是你们的。我可以自己接吗？可以啊！我今天我比较像主持人，没有我也是我一半，有点人格分裂这样。好，所以算是你们2.0的第一个大专场，接近千人的这个场地，听起来好难过。你说接近这个字吗？就是还没到千人。我们希望可以千人啊，对啊。我觉得大家只是倒数一周才要给你们一些惊喜，就是知道你们很抖，就是要这样让你们难过的。比起惊喜，我比较希望稳定成长，对，就跟买股票一样。是哦。今天终于可以好好的来提这件事情。专场。以往我们在之前的节目，我们其实都没有要工商。3月12号，体雄专科在三创 Clapper Studio 的这个专场这件事情，以往我们都是稍微提一下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个专场，可能在3月，可能会有四面台，可能就是很好看，可能希望大家去买票。今天这些东西都是从太不够，今天这些都从可能变成确实的命令。对，就是大家真的要去买票，真的。如果你已经买票的话，你可以再买。哦。对吧？招待副作用，对对，我服了。我们没有说，我们从来不限制，就是我们不是有一些团会说什么一个人限购几张吗？没有，买爆，对。如果你今天是企业，如果你今天是企业，春酒厂可以招待嘛？对不对？企业你直接买500张 ，OK 啊，欢迎啊，对啊，
可以的，可以的。好，当做证明啊，证给朋友。对对 对, 对, 对啊，对啊。体雄是一个上得了台面，下得了。下得了什么？什么？台面的相反的。然后不重要啊。勾吗？对啊。这体雄是一个很好看的表演乐团。根据我对他们的了解，就是因为我做他们的功课，在访问之前，就是他们的音乐虽然没有歌词，可是对，算是有张力了。嗯，对，然后也算是尽心尽力在，我觉得现场好，在呈现自己的特色这样。对，那你对他们吉他手有什么想法？就不是上得了台面，体毛。好了，对，大概你不穿裤子破破就是要勾引人。没有，这个是假货、啊。但这其实私底下都会在。我要再说一次，这是有录影。那其实2.0为什么像你刚刚说是一个大型专场？对啊，其实这个是有一点误会的啦。为什么？对，因为体雄专科每一年都要出一个事件。对。但是那好痒，疫情的关系。对对对，就是我们都说我们每年的春天会希望有一个特殊的事件来跟大家。春天很长哦，跟大家对，抱怨春天八个月，一年春天有18个月。那这件事情是包含了很多血泪了，我们让就是海狗来解释。好啊，对。2021年的春天终于要来了，2021，我现在在过2021年的春天。我终于要发春了，我每年都希望办一个演出啦，或者是一个event这样子。啊，本来去年我们就要办，本来办在11月，然后后来就演，才演到3月这样。其实本来之前也有点紧张，因为疫情有点起，好像又有一点对。看样子大家我们是不打算要 care 这件事情，就跟他拼。对啊。没事，你们一定国泰民安好不好？你们会有的演出都可以。真的吗？真的真的。我们演完之后就爆了，这些场地乌鸦乌鸦嘴啊，歌迷够空旷，比较安全，安全距离够大。目前感觉空旷程度是足够的、啊，在那个千人场地。应该是说，他本来的专场是11月，但其实这个专场是也是要搭配发行东西啊。对，那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各种发行跟制作的计划也一再的在延宕。所以就会一直在 reschedule 这样。对啊，对对对。哎，那有要释出更多和跟专场有关的事情？有啊有啊有啊，我们请就是在看旁边分心上节目的安迪。对，我刚刚在搞错。请问3月12专场还有什么可以让大家值得期待的内容呢？就是我们会有演出新歌。哦，只有这次才会有的新歌吗？第一次演的，第一次哦，而且不止一首，未释出的新歌啦，对对对。你绝对没有通过，哇！那这个还是蛮厉害的，除非你就是来看点进我们的。哎，好可怕！共享资料夹有人太痛了，共享资料夹听到了新歌，隔墙有耳，就是在别的电台是，就是剑锋说我听过了，对，都听过，硬体人员都听过。那除了新歌以外还有什么？我们还有嘉宾嘛？对。对不对？你给我看我那个对，对就对啊。跟团员确认会有嘉宾，对，但是谁我们还不能透露。哦，今天不能讲吗？我觉得可以给一些线索。好，哦，对，安迪要给个线索。我们有几个嘉宾，先讲几个嘉宾，就是一个两个，务必安迪抢的鼓手。哦，所以我们那个制作人已经没有没有，我们会有一个，一个是鼓手跟吉他手，然后对，安迪抢吉他兵，帮吉他兵。不然请嘉宾是播什么的？请一个嘉宾比他弱，干嘛请他？这合理吗？按照这个逻辑，你们应该知道体雄如果再办下一个专场，嘉宾会请什么？福利，福利。We are waiting for you。贝斯比我们强 ，right？ 福利熊是不是？不是，不是体雄。呛辣的贝斯，福利，福利，龟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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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对。Keyboard 的部分就理查克莱德曼，一定要一直提理查克莱德曼。他在训练吗？这个年纪他有，他应该有在演吧？他们吃老本哦，我觉得他能演，他能演。哦，好好，只能他了吗？没有，有一个叫王宇佳。版本龙一啊，有点野心好不好？版本龙一太有野心了吧？这不是普通有野心，我们能谈吗？在他的演，他谈的时候，要不要直接绘图转身贝多芬好了？朗朗了，就朗朗。哎，可以，朗朗 OK 了。所以，吉他也比包子强。
不是什么难事啊。那那个人拿什么琴？哇，欸，他演出会拿什么琴？最常见的应该是，这不一定，不一定吧？他的琴蛮多变，他琴蛮多变哦。但我觉得他最厉害的不是他的琴，嗯，是他的手，他的手真的很厉害。好妙，怪怪的。你是不是认真讲这次？我知道你在讲吧，我帮你挑起来，我听起来怪怪的。这算合理啦，因为吉他手的手厉害，他手厉害，反正怪怪的。来，我解释一下，本色，等下瞧一下位置。卡住了是吗？等一下，那个我刚看到那个天完全不知道回什么，我快笑死了。说我不知道你们尺度要到什么地方。不是，很多人都说，我的吉他音色就是我可能想要买什么什么琴，可以有什么音色，我可能想要买什么什么效果器，音色变很屌。可是我觉得最强还是那个手，对，就是这个嘉宾的手痛，就是凌驾于任何器材。嗯，对，这太非对，他基本上就是他一弹，你就很有可能知道，哎，这是他弹的，甚至他录了专辑，他帮人家录了一首歌，你会觉得，哎，这好像是对那个人的手法，对对对，好哇，好妙，对，非常非常的，我个人的形象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温柔，然后很有故事性，好，对，所以会有这两位嘉宾，对，有两位嘉宾，那位鼓手的话，你，不是，我觉得你刚才要讲一个很怪，鼓手啊，对，那鼓手是怎样的？鼓手嘉宾嘛，对，鼓手嘉宾，那你介绍一下。基本上他就是一个算是对我来说了，是玩团的一个老前辈吧，没有到老，但是是蛮前辈的前辈，蛮前辈的前辈，但他不老，很早出道的，他很早开始玩，童心的，对，然后。因为他有我们练团的时候，他有来我们一起练嘛这样子，然后我在旁边看，其实我就觉得说，他有很多很多想法是我基本上我很难会想到的东西，但是他就是很有创意啊，然后反应也很快，对，这件事我要提一下，嗯，就是这个嘉宾在跟我们练团的时候，有一次不小心掉了很棒，但是在半个小节之内，他就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做？就是他有拿备用鼓棒，备用鼓棒，对，就直接抽出来，就马上接着打。哦，其实我觉得那个，我记得，我记得那个是最后一个小节啊，歌结束的时候。是啊，就是，没有，身为节奏组的，我是没有发现他掉鼓棒，因为我有时候会背对。哦，倒没有，我没有，我甚至没有发现的程度。对，我会以为他在试什么东西，可是你不会觉得问题。他既没有把备用鼓棒放在车上。没有开封。你要说安迪，没有隐射任何事情，没有。我小地方之后帮安迪准备一排骨吧。我觉得要多压的吧。这个是不是很多？太多了吧。一排的，刚搞了好像那个吹的，海底哦，海底哦，一排。那其实我们我觉得这两位嘉宾一旦消息释出的时候呢，应该就是会让大家蛮吓一跳。嗯，对，我们这一集是这礼拜四，对不对？对，24号，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会希望，因为我们现在卡在一些宣传的牌子上，嗯，对，然后应该就快要跟大家知道了，嗯，对对对，好，还需要更多线索吗？我觉得个人够了，真的，没有想要再问了，我还是有想，但要再想新的话题。对，哎，你们刚才说有两组嘉宾，没有，就是，就这两位，对，吉他跟就这两位，吉他，对，那我们来聊聊四面台吧，我们最熟悉的四面台，哦，这个东西要在三创 Clapper Studio， 对对对，重现，是三特最辛苦的事吗？没有，我刚才在想说，就是那个我们的嘉宾鼓手来练团的时候，哦，他第一句话就说，我很久没打鼓。就我干超猛的，我还说弟弟，我每天都在打。啊，四面台，四面台有个麻烦的地方，是因为，就是我要另外打，所以预算会拉得很高。等于是说我们完全没有用到三创本身的硬体设备，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反映在票价的影视上。对，所以我们票价自定特别高，有人反映说，怎么会卖？并不是他们要拉台，对，就是，我其实包子有跟我分享过，對對對，我知道一定真的是，就是大家也想来看，可是票价这么高，是希望大家可以体谅，因为真的没有办法。嗯嗯嗯嗯。啊，
后再来就是，对啊，就是刚讲嘛，四面台我们全部都要自己自费花钱，然后整个，然后我们还要提前进场，这其实怎么预算其实是不是难。所以你知道每次在小地方搭四面台，对，我知道我连过两次，我真的觉得你们好像，而且我第一次还帮你在上面收台子，一线四面台，对，然后这个在这个节目的第一集有讲，真的吗？我想说就是很对不起你们，然后就帮没有大家也谢谢你这样子。现在如果说像我哥，我亲哥哥，对，他就会觉得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复杂的东西，就是听的会很累或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要做这种不好清新的音乐？但其实我觉得提雄，我们在创作歌的时候，我们都抱持一个初衷，就是你不要去算，你也会觉得好听。对，我们只是想要制造一个比较稍微不一样的律动感而已。对，我就老实跟你说，我跟韩国都没在算。对，我没有在算，我的确没有在算。那有谁在算？你不要说我也没有在算。这样真的是，所以才打成这样。你一定要逼我讲这句。该算的不好算。我就是练到肌肉记忆，然后就不用算。对啊，是吧？练肌肉记忆都出来了，跟不上篮哦。肌肉记忆，然后也会忘记。是我的肌肉背叛了我。你的肌肉。郑中基，哎，厉害哦，四个音的。哎，他们好算的。然后我们其实真的没有想要，就是做什么。很难，还是很复杂，还是很怎么样的那种很难亲近的作品。我们纯粹就是因为我们也喜欢这样的东西，然后我们想把这个东西就是让大家也喜欢，引起大家共鸣，就这样而已。我们真的没有想那么多。那其实我觉得一切的基准都还是在旋律上，是听起来是合理的。因为有一些变拍，它在旋律上比较艰涩，但我觉得我们还是会希望旋律上听起来是要非常合理的，在这件事上合理才会过。所以如果它能够到达一个程度，我能够记得旋律，但是我不会去需要去算台词才能够进行下去的话，我觉得它才是会过关的。对啊，应该是吧？我相信你们观众其实就是很单纯的情感上是喜欢，而且每一段都要有一个东西能够哼出来，因为有一些比较后摇的团，我听的时候我只能记得它的氛围，可是我哼不出来的东西。哦，我懂你。那这种团，我常觉得。我有点怀疑我能不能玩这团，因为我怕我会忘记段落。但是提雄的世界里面，我不会发生这种事，因为每一段都有一个旋律在哼，所以对我来讲也算是有主唱的。对啊，其实是。对对对。既然海狗都讲话了，来分享一下最新 MV 的234。哇，我觉得最新的 MV 跟我们的专场一样，也是他在2021年一直不断的遇到很多的变数，不管是延期还是干嘛的，所以原本也以为这支 MV 应该会比第二支还要轻松一点，因为第二支有点拍得比较辛苦。然后想说随着经验的成熟，应该他要能够更在掌握之内，结果反而这支是拍得最辛苦。对，但是我觉得如果以三部曲的逻辑来思考的话，他的确一直有在这个世界观里面呈现得很好，而且我比较担心我有没有在三支里面看起来像是同样一个人，所以我一直很试着要在三支里面看起来有差异性。我觉得有。对，你有看吗？有。你亲爱的，你给我私下的花絮。对对，我要给你私下的花絮。什么听讲，就我有先给他看花絮啦。对对，就在花絮释出之前我就给你看。下午就要结束了。所以他还是很辛苦啊，一直演。本来我们的股东大会原本的预设是要看能不能有机会在那天当做大家看 A 卡，就是 MV 的首映，对对对，但来不及，对，所以后来才改成看花絮，目前的观看人数呢，不如预期，已经高达了8000呐。这点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股东大会的时候，我是担任所谓的社群宣传行销部门的主委，对 ，Miles Chow。所以你英文名是 Miles。对。好，我大腿是被摸。就觉得很好摸的。你又在 Q 了。我是一名感性。就是我们一开始在那个 YouTuber 的时候，像现在 YouTuber 不是影片可以开盈利吗？
对啊，对，我们想说，也许我们做那么多辛苦的影片或者是一些素材，能不能够，就是那叫什么，就是帮自己回收一些团费这样子。嗯，所以我们想要开盈利，就发现不能开，因为次数太低，就像它有个门槛，对，没有到盈利门槛。对，最近过了。哦，恭喜耶！对对对，过了，对，过了，过了，是哦，对对对。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觉得我一直在内部开会吗？这到底是什么感想？我再跟大家讲一件事 ，YouTube 是他在管的。我在看观看次数了，而且是8400多了，8400多，八千六，八千六了，八千六。就是有没有盈利这件事情是他在管的。好，就是但本着一个海巡的一个角色，对我都会看一下。对，所以我们可以开盈利。但我们那个 Facebook 的那个播放次数比较多，16000。一定也是哈，我觉得那是最直接的。对，我觉得其实反正你要怎么去设计行销方式，你都抵不过那个很微妙的触及率跟演算法。我觉得真的最重要还是就是，如果各位喜欢，不管是什么乐团或什么，都去支持他试出作品的时候，你真的去观看，然后分享。对，这件事情会是最扎实的。对，不难。就是建议大家就是。无时无刻就海巡一下你自己喜欢的粉丝专业，因为他你很一个人按赞了，他也不会推播东西出来给你。对，但是你如果海巡过了，所以之后就一直固定定期的去巡一下你喜欢的乐团的粉丝专业，因为很多东西你可能会漏掉，也不是乐团不愿意好好的推播这些资讯，他就是不会到你手上，我们也没有办法。对，真的没有办法。对。喜欢的乐团都定，比如每个礼拜周末花一年时间去收集一下，主动追踪一下。比如你喜欢的五个乐团，都去看一下粉丝专页有没有发生什么事，这样子会比较好。希望我们在那五个乐团里面。对了，希望啊！我有看啊，这个数字我在想，安心的建议我有做啊，只是不是你们嘛？那当然 OK 嘛，那就是大家对啊，认了啊，对啊，就是这样。因为毕竟所有乐团做行销都非常辛苦，对。然后或者是说你看到什么贴文的话，就是不要吝啬按个赞，或是留个言这样子，或呛一下，或互动一下。说不好看也可以，也是一种。哎，我个人有个很小的感想，这一次是第一次包子在体熊宇宙有演戏。对对对 对, 对，大家觉得有什么想法？浑然天成的演，浑然天成嘛。其实我觉得演的很好。演得非常好，哦，好开心的，我笑成这样。我最近真的有在想，要接，因为像那个好乐团的琼文，就一直觉得我很爱演戏，就我们在练团或者在，你有爱吗？我好像蛮爱的，我会模仿别人啊。现在OK OK， 是主动的暗示的。哎，所以其实大家可以试着找包子演，包子演，你还觉得你可以很本能性的演出哪类型的人？大学生，麻豆传媒，可以试一下。我绝对不管你在讲什么，什么蜜桃，我大学生，天美，好，可以了，好了，好了，大学生，会计师吧。哦，没有，我现在要郑重说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的星座，或者是就是我的一些很奇怪的，就是既定印象，好像大家会以为我很聪明，我真的很笨。是也不是，没有念台大的，我是台大里面笨的那种，可是你也是上台大，不会有人说我是玄奘里面很聪明的，不要看，好好讲话啊！你刚刚说的玄奘应该是《西游记》里面玄奘周遭那些那我讲我的大学，对不对？不会有人说我是中原电子系里面，对，应该说的是武侠小说那个中原土地，逐鹿中原的中原，对不对？围攻六大败，这个节目才刚起步，先烧这个节目，我们第一场就把火烧起来。我觉得现在我有烧火的欲望，小亮太烧了，必死了。为了我们的触及率，该烧了吧？我觉得还有一步要再追求，要没有，我现在想尿尿，没有，我也是，不用花钱去迪卡，迪卡就会烧起来了。然后我的确是真的觉得，好像演戏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跟做 podcast 一样，有一个新的就是好玩的感觉出现。像我最近有时候做捷运，因为最近都下雨，我会做捷运，我就会想象自己在演戏。哦，到这个程度吗？对，他就想到先从吻戏开始，然后再是床戏。刚刚你说做捷运，我就想说是痴汉的系列吗？你要到底捷运要演什么？好了，都不排斥，
捷运可以演什么？我想到一个，对啊，也是尖峰时段，站务员一直把我往前推，闻到一阵发香。哇，是我喜欢的那种发香。跟这个应该不能很难聊天，很难聊，好讲好讲。不过你有没有在你在体雄那个体雄的 MV 算是你第一次演分量这么大的角色吗？其实以前在廖文强的时候有演过类似的。类似就但不是说类似的角色啦， okay, 就是类过类似的分量。OK， 对，可是就是戏感没有像子龙的 MV 那么明显在演戏。所以你觉得演完做完这次 MV 的拍摄之后，你对你来讲感受上的差别很大，在演戏这件事上。对对对，因为这次我在廖文强那时候的 MV 我是演一个就是吉他手，然后后来要去上班。OK， 然后面试跟主管聊我以前做什么事情。就是完全是我个人体验哦， oh, 对，可是比较本色演，这一次就是完全是一个正在演 ，OK， 想象另外一个状况，对，演一个我是书记官，嗯、因为我觉得朋友开始叫我包警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为什么？也算是啦，也算是，也算是警察局里面的人，对对对，穿着 oversize 的衬衫，大家有看 Mirror 吧？木村的那个 Mirror, 有，那就会知道书记官跟检察官的差别啊，对对对，有一点，有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是背，没有，你今天是 hero 配色哦，真的，真的耶，哎呦，木村，好，以上都透露年纪，好，透露年纪。我刚才在讲郑中基的时候，应该就没有没有，你讲郑中基的时候，所有人会说谁呀？就一个某个跟我长得很像艺人，哎，没有啦，你的手，人的好经营啊，好的，一直讲。他讲几次啊？我觉得这个访谈差不多到了尾声，但我实在太累了。对，就是我们今天就是邀请到体雄来，除了就是包子被骚扰，以及包子想要演戏，跟包子许多不堪的话题以外，还有专场。专场对，最重要的就是专场。专场对对对，就是专场的各种小事情。我的观察啦，体雄是一个每次都全力以赴。不计成本代价做，没有错，同意，完全同意。对，其实真的，因为也是有一些前辈跟我说过，说你们不能这样做事情，因为你们这样会不健康，伤害到你们的歌迷。真的是智商不高才会做出，因为他的逻辑是这样，如果因为你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害这个乐团没办法永续的走下去。那喜欢你的。乐团，喜欢你的也是啊，喜欢你的朋友们，就是可能会就是没办法一直长久的看着你，对，所以他说伤害歌迷的角度是觉得你这样会走不远，对对对对对，哦，一直到今天来录影之前，还有粉丝就是因为所以我们有粉丝就拿到那个啤酒杯，然后我就 tag 他，就是回那个限动，然后我就说，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很资深的粉丝，就说谢谢你一年的支持，他就很担心说这个是告别的祝福吗？没有啊，就说因为我以为你们是快撑不下去了之类的。我说拜托你们至少要撑过今年哦之类的。不过其实我觉得，我觉得在诸多被认为不健康的做法，或者是太用力要做什么的这些作品的前提之下，其实我觉得本质上在执行这件事的过程中，其实体雄一直都没有认为。要去做超过自己，本质上该怎么呈现出来的事，就包括专场，我们今天会说专场，我们四面台会需要花很多成本，或者是事实上四面台它衍生过来，就是我们事实上大家也会看到很多，也许是你们没有看过的灯光呈现法，对啊，或者是你们没有见过体雄排。这个歌单的呈现法，虽然也许很多歌你都听过，但我们不见得会用一样的方式呈现。但那些前提都是因为它事实上都是一步一步往下走的。就像比如说我们在拍 MV 的时候，我们也不是一刚开始认为 MV 是应该要花这么多钱的，只是我们认为体雄的音乐适合这样子的方式呈现。然后当你一步一步往下走的时候，你才会在某一个交叉路口发现说，事实上这样才是比较好的。对。然后可是这样比较好，它。好像已经开始有点超过你的能力了，可是这时候你就有一个小抉择，那好，我再听一点，然后当下一个交叉口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啊，好像又有另外的选择会比较好。那事实上这跟专场的逻辑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专场是非常看头的，不管是它舞台的样貌，或者是它实际上灯光，大家会看到的视觉，因为我们能够做的也就这样，就只有这样子。
就是我们把我们最好的现场呈现给你们看，所以不管是灯光还是舞台，虽然它最后堆叠到最后面会发现这个预算它的确是一个需要反映在票价上的预算，但其实它的前提都是一步一步往下走的，我们先最思考我们本质上最适合怎么样表演现场呈现给观众最诚实的，然后我们发现说，哦，声乐台是最好的，我们才开始想说那声乐台的场地什么样是最好的，那这样的场地做出来之后，我们才想说那怎么样的灯光会最符合这样子的舞台，能够给大家加分的感觉，既然我们都做到声乐台了，所以它是一步一步往下走，所以其实虽然在结果上会感觉好像一直是一个很辛苦的状态，可是我觉得在决定的过程上它一直都是很合理的，所以会不小心就这样子，对，所以当然我们最希望的还是也许有一个，对对对对，或者是也许有一个更健康的循环，比如说以这个专场来讲，我们最希望就是其实它如果票能够卖完，我们就会刚好打，也许就可以打平，负担就没有这么大。对，欸，我发誓哦，我发誓，包子有偷偷跟我分享就是成本概念，他说是真的，卖完才打平，他们没有赚钱，真的，我发誓。哎，那个，那我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我们舞台设计的概念吗？可以。就是第一个，我们先舍弃了所有的他原本场地提供的设备，因为我们就是全部都自己进场，然后自己加四面台，我们全部花钱，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四面台的形状，就是是照我们自己想要呈现的方式。那这个方式有个问题是会牺牲掉一些观众的数量，对。然后我们为，可是我们就还是想要做自己想要呈现的方式，所以即使任性的人们，对，即使会牺牲一两百人，我们还是照，就是这边卖不了这么多。没有，我们微微说说在设计的时候，对啊，设计的时候，对。所以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就像包子讲了，跟泰勒讲就是，就算真的卖完，我们真的打拼。就是这样子。那给你原本找一个这么大的规模场地，就你发现下舞台会删掉一些，所以你会在估整件事情要求的硬抗跟支出。那其实这个也要特别感谢我们跑调物理，对，因为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办过很多演出跟大型专场以及就是乐团经纪的一位非常厉害的产业人士。那他也是跟我们沟通，确定我们要什么，然后他也很愿意理解我们的想法跟为什么要玩体熊这件事情，所以他也会很 support 我们的各种想法，所以目前这个走到这一步，其实我们是蛮笃定的啦，我们其实也不会觉得说啊，干就是，对，你刚讲的话是不是 OK 吧？啊，干什么要这样呢？可以可以，我们节目是，对，我们是不聊，小孩子也可以听，对，我们不聊性暴力，对，但脏话偶尔可以，对。不相信很难。我们喜欢挑战大家的界限。好，那来到节目的尾声，好，根据如果有在听这个节目，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有个定番，但这个团大概都还有在听，对，就是我们会问，是每一个乐团、每一个产业人士，就是做这件事情为你的人生带来什么？但今天比较特别一点，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团，所以我决定要来问，就是这个团的苦主，就是请问一下我们制作人三特，就是怎样？就是请问体熊专科对你来说，制作团的感受带来了什么？好，欸，我完全没有 review 这一段，我们今天没有任何东西没有 review 过的，就承认带来滚滚不绝的裁员嘛？或全体忘了经验，每次所有嘉宾被问到自己，大家都会先认一下，然后我会先给一个参考答案。好，那你参考答案是什么？就是我也是访问到一个团叫庸俗救星，然后听过，对，这绝对不是个好例子，我知道你要讲什么。然后他们的贝斯手就说钱与权啊这样，对，就是你可以很坦率的分享，你到底带来什么？对，你刚才你可以再 repeat 什么？钱与权 ，money and power。哦，他说对，玩团为你带来了什么？他说权，钱与权。好，那我可以直接讲说，我以为去年体熊会得金鹰奖的概念。哦，可以。哇！那个感言，我有把它存在我的记事本。对。啊？怎么？看着镜头说。是吗？看着我不要。那我们好，没有没有没有，体熊是一个 team， 他不看，我们看，来说。啊，就是去年真的太硬了，我以为我们会得奖，结果虽败犹荣。然后因为就去年我妈妈离开，
然后我本来想要在台上讲一件事情给他听，就是因为我妈一直很支持我玩音乐，然后我想要跟他说，音乐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然后有体雄中都陪我，我就不孤单。我要跟我妈讲讲，哇，就这样。哇，抱歉，谢谢。对，我觉得很赞，我觉得很赞。我温馨的收尾，对，温馨的收尾，刚刚的开始。铁熊这个手段很广的团，对，既肮脏又温馨，对，就跟臭豆腐一样，对，干你就说吗？臭豆腐不是啊，他想是铁熊，你要跟你妈说没关系，臭豆腐很美好，我家臭豆腐的是这样，获得了幸福，他也是这样。好的，那。哦，就这样，很赞，我觉得很赞。第一集哦，第二季的第一集。对，希望大家可以去买30号专场票，支持一下铁熊这个团，让他们可以撑下去。对，不然到时候如果退团，包子也不当我们主持人，我会很为难。我还是会当。他一个礼拜，可以录五集，时间变很多。好啦，那就是我们完胜。对，谢谢铁熊张哥，谢谢包子，快乐，好，下次再见喽，拜拜。